惊！小孩体内卡异物，没想到是这种巧合。小朋友在地上玩，他把这个玻璃弹珠啊吞下去，果然就看到一个弹珠卡在我们的床垫的中间。哟，不拿出来，有时候会不会对食道造成压迫？要处理的话，就要做内视镜啊，叫全身麻醉啊。就有个护士，他就去摸小朋友，就摸到里面有个口，有个口袋，那个弹珠呢掉在口袋，还是广告片，就一直在这个地方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